啊，午安，大家好，是不是请这个主委赖主委？刚委员你好。哎，主委，今天的拜请才见面呢哦。是。我是安尼看法啦，我是感觉讲吼，你阿夫人拢是留日的吼，是留日的较有骨气啦。我希望说吼，在你的指正之下吼。正如大家很多委员所讲的，我们这个选举就是怎么样使他能够说以后永续经营、苦大苦久的这种情形，不要有所谓这种这个看到谁给你提名，那你就说哎，我就跟谁来转，这个绝对不要，因为我们要留名啊。是，以后人家一到了说哎，赖主委啊，这赞啊，他所领导这种这个主政的这种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哦，非常公平公正。我相信哦，是不是哦？好，咱留入的哦。留一个哈，给大家讲说哈，不输别的这种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情形了，我想这个主委应该你可以做得到了哈，可不可以？谢谢江委员的指教。其实我刚刚讲，我不在乎我个人的被是批评的，对，我晓得，但是我很在乎我有没有善尽职守，有没有节制尽忠，把职务做好。所以在这个委员的指教下，我一定会节制尽忠，依法把我们的这个职责。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望了哈。因为这个不要说，因为常常这个中央选举委员会有什么就被人家骂的这个什么什么不公平的这种情形，我想就不要，我们就好好做。对的，我们就勇往直前；不对的，我们不管什么党，跟国民党他们提名都没有关系，这个不是替谁替哪一个党在工作的了，我们是替国家在工作，好不好？我们是大家共同勉励的哈。另外哈，就是说这个，诸位，我想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的选举啊，当然现在是一直在希望说能够把它简化嘛，或是说处事比较小一点嘛哈。像我们这次立委跟这个总统的选举，大概花了20几亿啊。20亿左右的这种钱实在是非常多了，怕得不得了哈。那当然，我想这里面呢，花这个20亿应该是有包含了我们所讲，我们去选举的时候哈，那你选了多少票，你就有这种这个一票好像30块嘛，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形嘛？是不是？我这个我是在想哦，花了这么多钱哈，当然我想给我们的一些候选人哦，给他一些比方他真的是依照自己的钱哈花了不少，我们多少给他这种补贴哈。但我想是不是说不可以了？但是我是认为说。这种选举，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啊，来对这个候选人哦，怎么给他有真正实际的一种这个帮忙？我不要到最后啊，你领了多少票，然后你就可以领多少钱？有人领了10万票，有人3万票，只要你符合规定，你就可以拿嘛。那这个依照主委你的看法哦，我的建议啦哦，我是希望以后是不是往朝着这种不要再补贴我们这个候选人，他拿多少票，总统拿多少票也不补贴，我们这个立委多少票也不补贴，这个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往这个方面去？你依照你现在所知的这种情形啊，有没有办法去做到往这一方减少这个选举的经费？谢谢委员的指正。其实公办选举或者是补助选举经费，这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啊，这个人治复建的问题是啊。那中选会的立场是，大院定什么法律，我们就怎么执行。所以这个牵涉到整个选举政策、选举制度的一个变革，特别是选举的时候，这个公家的立场啊，要给多少的支持、多少补助，让一些没有钱选举的人也有机会参政啊，牵涉到这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政策性的这个决策、啊、是，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对，刚才讲过说这个给他补贴，他当然对一些没有助力的人、不买票的人，他可能多多少少有出头天的这个机会了。但是我是个人想说，花了这么多这个钱哈、哦，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哈、哦、来给候选人，他很安心的去做这种选举工作，不一定要补贴嘛。这个补贴有他实际的功能吗？有的人补了这么多，有的补了这么少。我想这个哈、哦，我是自己的想法了。我是希望说，是不是以后哈、哦，我们可以来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改变？希望这种这个补贴啊，不要补贴，但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给候选人啊，能够安心的去选举。这个大概可以做一个考量嘛。这个职位是一方面，这个是国家重大政策；是、啊、二方面，这个主管这个选罢法的这方面的是内政部。是、啊、是。那我们是
可以把我们的意见会跟他建议一下嘛，好不好？我又一到这个内政部，我也会跟他谈这个问题。但我不是说一定要坚持，我说认为说花了这么多钱，只要我们其他地方可以这个少花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省一些了哈。当然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哈。那最后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上次诸位你讲说哈，比如说这个政党提名的这种这个候选人呢、啊，他因为这个因案当选无效。那是不是当时就是大家认为说，应该有政党来出钱嘛，哈，这个大家没有法律的规划，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了，哈。上次好像有很多人问过这个主委嘛，哈。那我是在想说，哦，假如说他是要给他划这个政党，哦，那政党假如说没有钱怎么办？他可能没有钱了，他可能没有钱。我们现在有百多党啊，里面一个人交出来，那怎么办？要怎么去？第一个要不要这个采取这个？处罚政党，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对政党有相当的处罚，罚这个500万的那个规定。那要不要说连补选费用都要他们付？这是一个政策决定。好，那决定以后执行面有没有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而且执行起来，如果比如说假定我们的这个补助的这个补助的经这个经费的这个政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可以从经费里面扣。是的，我想这个可以，当然没有问题了哈。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主席站起来啊，关于这个不在籍投票，我们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这个谈谈呐哈，这个有关于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哈。谢谢。